就要被丢进了，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尊重自己的毛，谁会在第一次然后跟家人出游的时候，怎么会有人露毛？他女朋友啊，说那个有收集我们大家的头发，说跟我们大家下降头发。听说昨晚你们很热闹，为什么昨晚很早睡？因为樊美美跟她那个女朋友出去洗小气哦，然后洗了八车回来，然后被你们乱闹，是不是？顾晨觉得他讲话没水准，他自己要喝水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坐沙发嘛，那我就坐在那个餐厅的那个椅子上面嘛，所以我离那个桌子厨房是最近的。还有说，干嘛是不是吐水？他们都听到，他们都听到啊。好，他二十岁，他最小哎，差点给他颜色瞧瞧了，是不是？给美美留点面子，对不对？我吃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一看他那一只脚这样子，就是踩在这上面，我就想，这个人太糟糕，太糟糕了。最后的他到那个点哦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跟你是第一次见面，跟你见面也没有几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一起吃饭，那吃饭就是，哎呀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，干嘛要出钱呐、啊？一般人的话就点点了，第一天跟人家去吃饭哈、哦，又不是你出钱，你就把点点，就人家叫什么你就吃吃就算了。哇，还在那边还以为自己是老板娘哦，对吧？人家一定觉得说，哦，女人的战争啊，准备开始了。跟大家宣告，他很会玩的，也是，他很会玩，然后他每天跑夜店，然后六点睡，六点醒。然后我说是做什么工，他说研究生，他是研究酒店的生意。顾晨昨天回来就一直说，他真的，他觉得他真的讲话超没水准，他很不喜欢。然后他说，我操，这东西太平庸，我操。没有，他不喝酒。我的酒，然后叫你喝，就给你面子，然后结果你把一堆屎涂在我的脸上。哎，我不会喝酒，哇，到最后喝的比人家还，比谁都要多。你说话很吵哦，你知道进来这边不能那吵来吵去的吗？真有礼数的。没说话呀。你回来很吵，大家都听到了。你都睡着了。我睡着了，感觉到了，谁吵我啊？吓到了吗？刚刚已经教训了。站着哭了、啊，还没有他滚蛋的。我跟松藤一样没出息。松藤不至于吓到哭好吗？没有，松藤会旁边一直笑好吗？我色情按摩，他敢跟我张一个嘴巴，出眼神，他们看我处理他。我这边店面是一个机车行，挂羊头卖狗肉的，这边这很不正规啦。哦，这个味道闻起来就不寻常。味道不寻常了吧？这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。对，有问题。觉得有点凶。阿成呐、啊，成功的成功，阿成，阿成，来灌一下，来灌一下 ，OK 好大的呢呢，摸一下呀、啊，我摸两下了啦，还拉几岁啊？二十八岁，壮大身材，妈妈摸一下，妈妈摸一下，妈妈，他答案都完了，你问他是喜欢我们哪一个？哦，还不啊？他多少钱啊？一个晚上，如果有爱的话，是否可以便宜点？的眼光怎么样？你们自己留言吧。那日本比我觉得也好很多、欸，好很多，日本真的是鬼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带小孩一样了。哇哦！哎，他会不会摸逼呀、啊、？Massage pussy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我要帮你按。你少来了，明天再给你按。明天吗？可以的。你要直接框出场吗？来，慢走。那个人在跟那个女人交往吗？他怕没有精神，我又没有他干嘛？他怕他硬不起来吗？对啊，他现在怕他硬不起来哎、欸，我没有他干嘛哎、欸？来，忍一点，快走。哎、欸，他很怕，但是我要很放大嘛，那就放大，我看一下呀、啊。他一直不是你们，他很贴心，但我说跟他比的话 ，Tall bird, she is girl, OK, no worry, OK, no worry, OK, 他比较听话一点，他比较。好，那这个不用带走，要带走走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
种人出来嘞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耶。超师太有小抽都被龙蛇了，17杯，黄冈黄冈黄冈，真的很不尊重人，怎么自爱，丢死人。生气，当然生气啊！真的是他可恶到家，你不觉得？你本身要懂得节制吗？正经一点好不好啊？你好意思哦你，让我就要被丢进了，知道吗？走，你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弄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凭什么叫17杯龙舌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丢你自己的脸，自己消费，自己处理。哎呀，走了。姐姐也许是很疯没错，可是她再怎么疯，她都知道分寸。那你今天这弄成这个样怎么办呢？还好，好玩吗？今天一整天肚子火，你太不尊重人，把我身边人当什么屁啊？他没有付任何钱，他人好当大爷，我要服侍他，用我的钱花我的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自己点勾点喝酒喝，凭什么我们要照顾他？他喝17杯对不对？他居然喝17杯龙舌兰自己点，他都吓坏了。在越南是会死掉的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第一次看到这种。所以啊，第一就看到就懂了。那我超倒霉的耶！在我们越南的女生喝酒啊，还有三分清醒，没有她那么醉，太丢人了。带两个男模都在服侍她，吐成这样子。清醒一点，我们就是都是给我们回家的。对，那都是要开心，必须要尊重。外甥的男人扶你去，你都不知道。跟妈妈一出来，就如果是跟朋友就算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对吧？他不尊重我妹妹。你要喝没关系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，你要尊重别人，你不能把你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，太可恶了。我就这八杯啊，我不能有成。这已经不是跟几杯的关系了，好吗？你喝了这么多才会搞成这个样子，跟八杯跟17杯没有任何差别。不是，我意思是我不会喝叫那么多。我在你家人面前我会这个样子吗？因为你分寸，好不好？这是家教的问题。你怎么会这么没有家教？我们在你这个年纪，你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还见长辈，然后把自己喝那么醉，还见了第二天，不搞死不搞死，这样在干嘛？海哥，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看过有人会醉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会有人喝醉的露毛啊？他说正常来说，如果我们一起的话，你早就已经不知道被捡去哪里去。不太会有人啦，这点是你可以放心啦，只是可能会被人家割点东西啦。看到你那鸡巴毛一直都。真的都吓死！这样子哈，大家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说你也不适合加针。对啊，他说酒被下药了。对，一直讲酒的事情。他说他平常喝的不会这个样子。对对。他说我先搞清楚，就是这几集真的是没有结局了。反正没有结局就这样子了，不然大家回去看看他还在不在。如果他还在，那我们就最后拍一个 ending， 就把他手机打包出去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就拍他的背影，然后这个是结局啊。好好好，真的不尊重人呐、啊。尊重自己的毛，谁会在第一次然后跟家人出游的时候，怎么会有人露毛？下次要再带另外一个出来，是不是？看看情况了。下次这个应该会比较正常，就怕又多毛。第一天见面已经是下雨，对，昨天开始露逼嘛，第三天最后的背影，哒哒哒了，再见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三天觉得这是我们的邻家磁场的问题。我真的觉得邻家好像莫名其妙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从小就遇到这种怪里怪气的，你看双凌加在一起，妈，你直接第二天露逼。妹妹昨天赖我说，严重怀疑是我们制作下药。他说我想他，哎，你想人家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真的超崩溃。他怀疑小莫也想要他，他说我是第一嫌疑人，小莫是第二嫌疑人。爸爸后来一直狂骂我说要我们打电话跟女儿道歉，他很过分的一个人呢、啊。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这女人真的不能留。妹妹她女朋友啊，说那个有收集我们大家的头发，说跟我们大家下降头，然后说她自己有对妹妹下过降头。那她才想讲。小莫很生气，他告他诽谤，因为他一直说小莫一直在引教，他也不是踢，他觉得有受到侮辱啦。分手了，去一趟越南就分手了。哎呀，年轻人的想法我们不予置评，他高兴就好。他在外面露下面给人家看。这样子啊？哎呀，那不行了。不停练了、啊。